大家好，我是 Mark。今天我来看这支格拉克十九。我的这支格拉克十九呢，是加州版，只有十发子弹。格拉克十九比格拉克十七啊，短12毫米。它辨认隐藏，深受广大民间市场啊和执法部门广泛使用。目前世界上，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啊，都配备了改装过的格拉克十九。格拉克十九呢，还有一点，还可以说在水下发射子弹，但是呢，格拉克公司啊说，水中发射啊可能引起水手受伤。今天呢，主要展示呢格拉克十九啊。拆卸方便，然后呢，它装格拉克公司配备了一个装弹器，它都是很方便。一般拿到枪，我所有的枪跟子弹都是分离的，所以说安全性没有，但是我们也要做到。拿到枪以后呢，退弹夹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没子弹。然后呢，Glock 这个拆卸呀，很方便。这个卡子，可能我要换一下。这就是它的拆卸。如图所示，然后装起来，它就是印象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弹夹，良心的格拉克公司配了一个上弹器，它是这样的，拿几发练习弹试一下。其实我们觉得自己本来就很轻松，但是这种呢，你看，如果是女性的话，压下去，轻松的放上，再推上就可以了。压下去，放上。推上就可以了。好，上方法，示范一下。它为什么我们的加州十发也可以10+1呢？它像这时候已经上膛一颗了，退出来，这本来是十发，你已经上了一发，只有9发了嘛？哎，你还可以补充一发，对不对？当你补充一发再上来，这里就十发。一颗。两颗、三颗，刚才四颗，
这就是格拉克。继续看。